谈何事？不同意重启。让15年滥发800到1000亿还能够改善，但是不保证改善后它就能够发电，因为它先天不良，后天又失调。所以我们不要让一个耗费我们能源、耗费我们资产去新建的核市场。我们要干净的空间，我们要有趣的未来，我们要给我们子孙没有负担的未来。所以请大家支持12月18号17案公投案，请投下不同意票。